第一题，将20度 C 质量600克的铝块比热0.217卡克度 C 放入一杯100度 C 质量60克的水中，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题目在问热量的流动，老师上课一再强调，两物相接触最后必达热平衡。热平衡的原因是因为热量会转移，转移的方向是从温度高传到温度低。所以第一题的答案呢，我们选的是 B，热量由水流入。像铝块，因水的温度较高。